重押，写下你的祝语，譬如说你想押曲 ，OK， 很简单哦。大家就是你这个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大家做皮卡丘，做我的。
因为我很好奇，在彩虹书法底下呢，我儿子的名字写出来会是怎么样的啊？大家如果是想要去看一下的话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老师在那边做这个写。同样的，就刚刚所说到的呢，都是免费的小黄鸭的一个活动。简单来说，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哈。以前啊，其实在马来西亚呢，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习俗叫抛竿。抛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女生啊，在河的上游，然后呢就拿竿写下她的联络资料，然后就抛进河里面，然后男生呢就在河的下流等着接竿，然后呢拿到了之后呢就祈求可以有好的姻缘，那个联络那个女生呢有好的姻缘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抛竿的这个特别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呢，把它变化在这个捞小黄鸭。捞这个吉利小黄鸭的游戏，简单来说，你可以到那边去拿一只小黄鸭，写下你的祝语，比如说你写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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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师齐齐贺新岁，十代天福送祝Thank you.
感谢时代文化艺术坊带来的精彩演出。
祝福，再次的祝福所有朋友来到我们的天父宫庙会的朋友呢，在新的一年 Hing on Hua 啦！